上次有一个长得很像阿 Ken 的那个人，有没有？叫温生豪，有没有？他靠我赚好多钱。生气生气，下次找他算账。好好好，这感觉很好。这样，那我去喝一杯茶。啊，我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就面端就好了。周一至周四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